感谢主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耶稣祝福我们大家身体健康啊，可以聆听他的话语，可以赞美他，可以什么呢？可以分享神的话语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献上感恩，你这么爱我们，叫我们有身体健康，可以来学习你的话语，分享你的话语，就你圣灵与我们同在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圣经说，在希伯来书13:8，耶稣基督昨日、今日，一直到永远，是一样的。哇，这个经节对非信徒来说，哎呀，你们这些基督徒，不要这样子了。你的耶稣已经去世了，在十字架上已经死了2000多年，还要信他什么呢？他们错了。神在过去行神迹，但今日已经没有神迹了。他们说，那我们来看看，这是不是真的？让我们先看神向摩西显现的时代，然后呢，神对摩西说，你要对以色列人这么说，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打发我到你们这里，耶和华是我的名，直到永远，这也是我的纪念，直到万代。在出埃及记3:15，他说什么呢？这就是我的纪念，直到万代，不是千代啊，万万代代，后代，我们的后代，后代。然后呢，从这经节我们会发现，亚伯拉罕去世，以上的时代来临，然后呢，亚伯拉罕的神就成为以上的神，然后呢，当雅各的时代来临，以上的神就成为雅各的神，当摩西的时代来临，神就成为摩西的神。接着，这是经节，耶和华是他的名，直到永远。这也是他的纪念，直到万代。所以呢，我们的神啊，是万万代代都是一样，没有改变的。他能够行神迹以前，现在他也可以行神迹；他能够医治人家以前，现在他也可以医治人家。所以呢，在马来基3:6，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，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。哇哦！因此呢，神是昨日、今日永不改变的神。他永远不会停止他的事工。所以很多人说，牧师啊，哎呀，神能够了解我吗？牧师啊，神能够行神迹吗？我说100%的能够。所以今天我们相信神迹，当然相信。我们相信神有这样的能力，当然我们相信。耶稣在约翰福音11:21-27中呢，他做了一个事实，他在马大的兄弟拉撒路死后的第4天来到了破大尼。马大呢硬着喉地说，主啊主啊，4天前你就在这里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了。你看马大知道，如果耶稣还在的时候，耶稣有能力可以医治他的哥哥，他只认得过去死的耶稣。如果你在这里，但是耶稣说啊，你兄弟必然复活。我很喜欢这个境界，你的兄弟必然复活。他纠正了马大的思想，马大的这个知识，他纠正了马大认为耶稣是过去时，已经过去了，现在不行了，他改变了他。接着耶稣说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反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。你信这个话吗？所以耶稣呢改变了马大的过去式、未来式。我知道你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。那马大说，耶稣我知道他一定复活，就是你末日来的时候他会被复活。那耶稣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居然死了也被复活。所以因为马大只认得过去式和未来的式的耶稣，并不认得现在的耶稣，也是耶稣显明自己现在的主，
当耶稣向着坟墓里大喊，大声的喊叫说：“拉撒路，拉撒路，出来！”拉撒路就出来了，手脚呢，还什么？还被绑着，布脸上也绑着，这个手巾。那今天我们来看看，马大认为，主啊，如果四天前你到呢，我哥哥不死。主啊，你是复活的神，我知道。那将来你来的时候，我哥哥在坟墓里面会活出来，他完全复活了。主耶稣是现在的主，他有这样的能力，可以把他的哥哥给叫起来，就复活了。所以他就改变了马大的思想。我们的主耶稣是昨日、今日、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。所以最后拉撒勒出来了，然后今日许多人乃只相信过去式和未来式的耶稣，而忽略了现在的耶稣，就像马大一样。然而耶稣却是永远不变，他今日仍然工作，甚至现在他还在祝福你，现在他要帮助你，现在他要医治你，现在他要让你的工作可以得到很好的工作，他要祝福你的企业，祝福你的事业，祝福你的金钱，祝福你的家庭，现在他就要。耶稣爱你，我们今天做的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，谢谢你，主耶稣告诉了我们说，你是昨日、今日、一直都是一样的，你没有改变，你有能力可以行神迹，你有能力可以医治我们，你有能力可以祝福我们，我们爱你，我们把我们的一生都交托在你手里。谢谢你，主耶稣，求你改变我们，让我们不要像马大，只看到过去式、未来式，而没有看到你现在还是一样的神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献上感恩，哈利路亚。是我全所有。